将军现在的样子，随时会让你我陷入幻境，那我就一起下地狱。你看清楚我是在下面。再来，那个老家伙他配不上你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他。你放开他。谁的孩子？这个孩子不是你，是周子成的。你松开他。孩子，我需要活命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他也不是你该关心的。我今天就先让你见阎王。记住，我只放过你一次。萧红叶，此生非如梦不娶。一个是我朝思暮想之人。